天气真热，民众拢会买饮料，还是讲食冰哦。社署甲地方的卫生局展开稽查，查结果有六件卫生不合格，嘛严格大灯关管，包括甘蔗妈妈、新乌色、Go Cold Stone 等连锁店。这间连锁饮料店是伫台北市信用街的甘蔗妈妈，因顶一日去卫生单位稽查了后，发现讲因企业甘蔗关节大灯关管超过标准。不过头家讲，有可能是做冰的钢线伤久造成的，现在已经全部换新，完成改善。应该就是老旧，然后有层，就是有些水垢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有些菌在。啊，我们刚好利用这次搬迁的机会，就是整个管路都把它换成新的。为了确保消费者食凉的食食的安全，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执行现做饮料甲冰客制的专案。目前检出六件卫生标准不合格，拢是检出大肠杆菌。台北市除了甘蔗妈妈，还佫有新乌新、中山鸡肝店，遐那千关乌鱼是新北佮新德关两间分店拢违规。台南市 Cold Stone 巧克力豆的酸啊，还佫有阿姨王来冰咧卖冬片春茶，嘛拢伫咧违规的名单内底。六家哈有副抽验的这个肠杆菌科是有超标的状况，总共是六家，总共每一家都是裁罚，依法就是裁罚30,000元以上。总计就是裁罚180,000元。食药署强调讲，大肠杆菌的检验是食安重要的指标之一，会当知影业者伫个食材甲食品的管理，还佮有保存的温度感受正常。消费者买的时阵，买当观察现场卫生的状况。即个凉的甲冰，若是无符合规定，限期改正算是无改善，上当会当罚300,000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